我孩子他还在念书，一个人念初中，一个人念高中。从他爸父亲去世以后，他们就觉得很少跟人家联系讲话嘛，就觉得静静的一个人嘛，他觉得很少讲话，但是他们很懂事，很懂事，他也很想念他的父亲。反正这些年来，这个家庭的那个重担都出在我的肩上嘛，我觉得挺重。反正我白天还要上班嘛，晚上回来还有洗衣服嘛，做事情做家务事，生病的时候都也要去上班，感冒又出了也要去。孩子今年几岁？孩子一个20岁，一个15岁。他们两个都很挺懂事。他们说也感谢这些各界人士帮助他，也感谢白小姐和英国导演们帮助过，我对他们谢谢你们。不客气，可不可以谈一下他们现在的那个求学状况？他现一个现在在红路读书，一个就在这个福清滨江中学读，他还可以读书。一切都很顺利吗？学业方面？学业方面好，还可以。